早上的4:30呢，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，到达我们的大隋国，大隋国，带我哥吃点面。不是大哥，你真是？你太年轻了。57。你就猜他，你说你这多大岁数？自爆了，57了啊！看我们俩，你看谁年轻了？我大哥今年57了，大我一旬多了。一旬多。那不一斤多，我今年42，你57，大我15岁。长寿些。大哥，你保持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保持长寿秘诀啊？心态吗？不生气呗。不生气，饮食上是啊。那我吃麻辣面，你就来个那个打卤面。清淡清淡。刚来给这缸子，我比你岁数都大。麻的。你要57，我得像67。真犟。麻的。好了，我的麻辣面。我大哥会养生。来碗打卤面呢，又开始装货了，在哈尔滨装了一部分，又到绥化再补半车。我大哥来副劳动保护，你必须保养好，皮肤保养好，手也保养好。黑美人，西瓜。开吧，这技术行啊！现在都幺九了，你拿的全开。下真大，拿不着。今天拉这个真香啊！今天啊，姗姗来迟啊，才来呢，一车大草莓、香蕉的干货。海伦呢？海伦。这大草莓多好，太酸了，可真酸。老弟，给我来点冷面，找找。媳妇儿呢？媳妇儿都丢了？咋混的呀？你大小也是个老板。这啥呀？这不是那个小老弟家没有了，我得上那个我们海伦比较大的农贸市场北极星大市场买点儿。有没有那黑的冷面？有，是荞麦那种荞麦面。那个也是荞麦。这也是荞麦。五一假期也结束了，媳妇儿也上班了。我也要开始我的下厨生活，又开始了。买了点那个冷面，今天中午天比较热，中午给媳妇儿做冷面吃。上楼了，马上要开始那个做饭了。刚才顺便出去剪了个头，我的头围长啊，两边鬓角的白发就特别的多，就是显得特别的老。就像今天早上给大家拍那个哥们儿，他年长我15岁，但是我们俩站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感觉跟同龄人相差不那么太多。有时候真不想奔了，但是咱们也是阻止不了这个事情的，咱们只能保持好的心态，等待慢慢变老吧。就是想吃什么咱们就吃点什么，在不过格的情况下，你不觉得吗？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现在晚上特别热了，广州煤大高速坍塌事件现在已经有40多人遇难了嘛，最小的年龄的才3岁呀、啊、太可惜了。真的愿逝者安息，生者坚强吧。这个事情给小二哥的感悟就是什么呢？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就是什么呢？怎么开心怎么活吧。就像现在小二哥似的，天天研究吃，研究喝，研究视频怎么播，研究来研究去，视频播放量还上不去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小二哥也释然了。现在我也不看播放量了，我也不看那个粉丝量了。现在小二哥唯一关注的是啥呢？大家那个评论量。每一个评论我或者不评论我的人，观看我视频的人，都是对小二哥和小二嫂的莫大的支持。我在这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就现在我感觉播放量这个东西也其次了，我把它已经放下了。我天天就为了记录点生活，等我到老的时候，我看看曾经年轻时的我们，我感觉那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说证明我们还年轻过，那时候我们还血气方刚。这风华正茂，二哥一天呢，小嘴叭叭个不停，净说那些没用的。或许怕我作品的风格符合不了你的性格，我也没招啊，我就是这个爱唠叨这个嘴。
就说到这儿吧，再不往下说了，真的要做饭了。买了一捆大葱啊，这么大一捆，1块钱。咱们再放点那个芝麻，咱们再炒一把花生米。我炒花生米炒的特别好，这玩意儿油放进去，你把花生米放里面，昨天我们吃的炸鱼还剩了几条，正好借我的油锅再把这几条炸上，要不这个扔了就白瞎了，还挺好吃的。听过动静回来了应该。咦，真是你的。饿了吧？我干啥不正好啊？哎，你就看炸鱼吧，比你昨天炸的好啊。炸去肥。这油这点油不能要了。这鱼又随你了，那色儿又随你了，这么黑的。哎，黑。我不，我要不绿比啥都强。你随便绿，我你以为我怕你啊？复炸啊？复炸一下子。你说我炸的好不好？真好。哎，我感觉今天味儿还比昨天还正了呢。腌一宿。腌一宿了，还能不正？赶紧煮冷面。烟的味儿就跟小二哥似的，太正了。还煮俩鸡蛋。我必须整地道的给你。我是干啥啥不行，我吃指定练。我现在你没发现吗？现在我都不愿意做饭了。是你等人吃惯了吗？天天吃等人。有感觉，只要是等人，好赖都行。不是，这句话可不对。你咋没买黄的呢？咱买的黑的呢？黄的吃的习惯，咱来这块来荞麦的，换个口味儿。嗯，这好不好？泡一个多小时，有点多了吧？这能吃了这些吗？吃不了，晚上吃，把这扔了。晚上扔了，能耐一样，掌握好火头啊！这玩意儿软了不好吃。哎呀，那行了。嗯，好像行了，我看这样。就应该别扯淡你。快来吧，行不行啊？那行了，我煮这玩意儿几乎10回都有8回大劲儿了，那行了。听你的。吃的实在大碗吃正好。太像样了。又夸上了。嗯，自己夸自己，没人夸我，自己夸自己。我得一会儿尝尝它好不好吃，我再夸你。好吃。你就来吧，对，哎，你就说咱们好不好吃？你就看这品相嘛，这是这卖相嘛，这是就嘎嘎的。我尝尝吧。大碗冷面，这玩意儿应该加点冰块就好了啊。不是，你等冰箱蘸点水就好了。这是这个水，应该蘸点冰块。啊，还凉开水。我先喝点汤。嗯，这是那个，是不是？看小二给你吃一个啊！真好吃，有点淡了。淡？嗯。我没吃，我没感觉淡呢。那咱俩汤不一样。汤不一样。这是那个。说不定给造没了，今天不用吃青菜。今天呢，我们家跟没有锅油了，我下午研究的整点儿，是不是这味儿比昨天的味儿强多了？腌一宿了。对。而且花生米正好啊。嗯。那花生米还没糊。嗯。
我很饿。昨天晚上我值一宿班，今天早上没吃饭。苦啊！到极限了。啊！吃点那行，来点糖。糖都喝没了。其实吃这个就是嚼那汤呢，啊！你要淡，我再给你放点盐。不淡不淡。到底淡不淡呀？给我整模棱两可。我是饿了，没吃就嫌淡。看着你了，这家。因为昨天晚上吧，五点多钟就不饿了，到九点多就饿了，那会儿还点啥外卖，不能吃的。就九点多不能吃了，赶紧早上你也喝点，来杯姜吗？今早上喝，今早上。那个患者多，拿上药都啥时候了？您这吃，这大碗子不小啊！老吴家搁地了，搁地了。我给老吴发视频，搁地里搁地了。没找我呢？他不寻思你上班了吗？我一会打电话呗。哎，还有搁不上的，还有没不能放光的。现在。那什么情况都有现在。他那不地多不灵的吗？他不得早点下手吗？那啥，去年给他修了，他说多少地？18块地吧。去年年头也太涝了。地里边有水，还有没放过。别吃大的，就小的，就小的行。就先扎上。师傅拿着。行，先放着，没地方搁。搁够了。这还疼吗？这酥了。